堂，吉祥话，打官腔，声音要洪亮，词句要顺的。什么麒麟早送子，哪叫吹箫引凤凰？有人请我去捧场，我好话多说学造啊，只要银钱挣到手，我就恭贺他白头到老富贵，年长是富贵，年长。我贺吉祥，我爸爸贺富贵，我们爷俩祖传当宾下，今儿17明18是个好日子，有两家办喜事，一家是薛家，一家是赵家。我呀把我爸爸请出来，问他是去薛家还是去赵家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爸爸我有请啊。啊哈，忽听儿子叫，想必喜事到。爸爸我有礼了。儿子免礼，把你爸爸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您听我跟您说呀，今儿个17明18是个好日子，有两家办喜事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哎，我把您请出来问您是去薛家呢还是去赵家呢？别忙，让我合计合计。对了，您合计合计吧。薛家赵家，我去薛家。那我呢？你去赵家呀。我为什么去赵家呀？听我告诉你，薛家是个大财主，有势力，高清贵友是多的，规矩礼节呢他也是考究的。赵家小门小户，人少好办事儿，所以呢我去薛家，你去赵家。哦，您说这话我听明白了。你瞧人家薛家有钱有势，那赵家小门小户，您这不是势利眼巴结高枝吗？哈哈，好小子，说你爸爸我是势利眼，他没我这老势利眼，他哪来你这小势利眼呢？啊，这势利眼还带家传的呢。啊，家传，他就是家传。听我告诉你，我叫你去赵家，你就得给我去赵家，别在这招我生气。呸！老梆子，老势利眼，他去薛家，让我去赵家，别来这套了。明儿个我也去薛家。老夫人待人十分宽厚，只是我家小姐自幼娇生惯养，心情不好，明日就是小姐出嫁之期，为了一个苏林郎，三宅六室俱已抛尽，
还是不存小姐之心，如今又调换了一个，不免恢复佛名便了。这才是娇娘女天生性傲，传不念阶下人锁麟囊，东奔西逃，血汗难走，又听得胡妈妈呼唤声。这不是薛哥吗？胡妈妈做什么去了？还不是为了小姐出聘的事情。这个嫁妆啊，总也不称心，今儿个换这个，明儿个换那个，这两条腿啊都跑细了，还不知道小姐她中意不中意呢。是啊，薛哥，您这是上哪儿去了？调换锁麟囊去了。哟，这就是锁麟囊啊。是啊，这叫做奇花异草，是个新鲜的样儿啊。哟，您瞧，怪好看的呢。你们都还好无忧？哎，都换好了。好，我们一同恢复佛名便了。哎，天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等急速归，见了见回报。哎，走着走着，他小姐不诚心，枉费辛劳。想哪里去了？是啊，这个丫头她上哪儿去了？薛哥，您叫叫她，待我还来。梅香，梅香，梅香啊！梅香，嘿，我说老大爷，小姐正在那儿生气呢，老夫人刚把她哄好了。您就扯着嗓子这么梅香梅香，这要是让他听见了啊，他也不哭也不闹，把这小嘴儿那么一撅，老夫人又得吊着眼的哄，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不都又遭殃了吗？又是我们的不是了。可不的，可是啊。哎，你们的东西都换好了没有啊？换好了，换好了。这么着，你们呢排好喽，我一样一样的往里头递，小姐要是中意呀、啊、就收下，要是不中意没法子，你们呢还得去换去。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王青，你换的是什么呀？换了双绣花鞋。把它给我，我给小姐瞧瞧去。哎，梅香姐，您给多说两句好话啊。放心吧，小姐，王青给您换了双绣花鞋，您瞧瞧中意还是不中意呀？哎哎，是喽是喽。王青啊、哎、小姐说了不中意还得去换去。哎呦，这可是最好的花样了。那有什么法子，小姐不中意呀、啊、哎呦，您再给说说吧。让你换你就换。哎呦，您再给说说吧。换换去吧。梅香、哎、小姐在这儿呢。那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。哎，
要鸳鸯戏水的。准了，在这儿呢。鸳鸯一个要飞的，一个要游的，不要特大，也不要特小。是啦，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。准了，在这儿呢。鸳鸯用五色彩玉头轻薄，莫绣下金翅地方走路磨。哎，是啦，还要提防走路磨。准来快，快准来。哎呦，我还没动窝呢。佩金碎日花，陈过红莲花，莲心用金线，莲瓣用朱砂。哎，莲心用金线，莲瓣用。哎呦，我说小姐呀，您说的太仔细了，我全都没记住，干脆您自己出来吩咐他们吧。无用的丫头。没用就没用吧。快快搀我来也。哟，还得要人搀着呢，来了。
小姐，花园不好不要紧的，让他们再去调换就是了。反正啊，咱们府里头有的是人手，让他们闲着又干什么呀？真真令人生气。小姐，您别生气，干脆这么办，您呢自己出个花样，让他们把朱裁缝找进府来，照样去做，您瞧好不好啊？那我叫他们去了啊。过来过来，你啊，去把朱裁缝找进府来，把这个给我，快去快去。哎，是喽是喽。学顺呐、啊，你换的什么呀？哎，我换的手绢。哎，我给小姐瞧瞧去啊、哎。你可得多说几句好话。放心吧，我呀就会说好话了。小姐，薛顺给您换了条手绢，您瞧瞧是中意还是不中意呀？哟，小姐，这手绢不是挺好看的吗？春丫头，吉瑞良辰，难道就用这素伯伯的手绢吗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，我也糊涂了。薛顺呐、啊，小姐说了不中意，还得换换去。哟，这可是最好的花样了。我也没法子，小姐不中意呀、啊。啊，你再给说说吧。你就换换去。你再给说说吧。春丫头，吉瑞良辰就用这苏伯伯的手绢吗？哟。您这怎么了啊？我怎么蹲来的，我怎么卖，我以为你得了什么病了呢。快下去吧你。哟，我说梅香啊。哟，胡妈妈来了、哎、小姐还生气吗？可不是，还在那儿生气呢。哟，还生气呢。是啊，你瞧我给小姐换对花瓶儿来，你瞧这花儿也好，叶儿也好，还有句吉祥话呢。是啊，哎，叫富贵白头。哦，可真吉祥啊、哎、拿给小姐瞧瞧去。哎，您交给我吧，想着说两句好话，您就放心吧。哎哎，小姐，胡妈妈给您换了对花瓶来，还有句吉祥话呢，叫富贵白头，您瞧多好看呢、啊、多吉祥啊。小姐，您中意了，那我给您搁桌上了。胡妈妈，您猜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？小姐呀，中意了。哟，小姐会中意了，可不是吗？阿弥陀佛。哦，这老太太还迷信呢。啊，没笑。哟，老大爷，您换的这是什么呀？锁麟囊。这就是锁麟囊啊。是啊，您呢把它交给我，您那边歇会儿，待会儿啊我叫您。你要好话多讲，您就放心吧。小姐，东西啊都给您摆在这儿了，您仔细的瞧瞧吧。小姐，您瞧这双绣花鞋。哦，这不要。小姐，您再瞧瞧这对花瓶，您瞧多好看呐。小姐，您再瞧瞧这锁麟囊。
老大爷，您这儿来吧。啊，没想这么样了。小姐说了，这锁麟囊绣的猪不猪狗不狗的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还嫌不好？可不是嘛。哎呀，这倒难了。您再去换换吧。只为小姐调换锁麟囊，三寨罗氏俱已抛尽，还是不趁小姐之心，故而在此为难。哦，原来为了此事，不妨是随我进来。是。嗯，疼。小姐，老夫人来了。了一旁坐下，谢坐。参见老夫人。罢了。啊儿啊，明日就是你的喜期到了，就是我儿出嫁的日子到了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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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好女儿，乖女儿，你的妆奁俱已齐备，还有什么不称心、不满意的吗？讲了出来。为娘再与你备办，也就是了。啊，儿啊，为娘与你讲话，你为何不言，为何不语？再若如此，为娘就要生气了。啊，母亲，孩儿哪有不悦之心？只是老夫人，小姐正为锁麟囊的花样不好，在这儿生气呢。哎呀呀，锁麟囊绣的不好，就该自己吃过羊儿，命他们调换也就。是了。啊，薛亮，再去换过新鲜花样儿前来。是。不用还礼。是啊，小姐是不换就不必换了，将锁麟囊放下，下面歇息去吧。多谢老夫人。谢过小姐。哦，是是是，多谢小姐。老大爷，小姐赏您一锭银子。哎，他还不要，正好归我了。美笑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将我的至宝匣儿取来。是了。
儿啊，锁麟囊绣的不好，不妨事，为娘与你多多装上几件好东西也就是了。儿啊，随娘来哟。赤金莲乃是稀罕之物，与你装在里面。儿啊，你再来看，这是碧玉簪，也与你装在里面。哟，这么多好东西，他还不高兴呢。要是我呀，非把鼻子乐歪喽。儿啊，你再来看。这是夜命之，乃是无价之宝，也与你装在里面。啊，母亲有道是多藏一回道啊。不是若我们这里有过相逢，女儿持家必被锁麟囊一过，为的是玉珠母儿早生贵子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儿啊，你再来看。妹儿，你家小姐往哪里去了？小姐回房去了，您就往里装吧。快将锁麟囊送到你家小姐房中，快去快去。是喽。待我去到女儿房中，再多多与她装上几件。唉，这世界之上，做母亲的疼爱女儿，家家日慈哦。明日就是我女儿持家之期，装殓一无所有，使我四处借贷，分文未曾借到，只好回家是与女儿知道便了。来到自己门首，待我叫门。回得家去，女儿若问我装殓之事，我以何言答对呀？若不回去，女儿必然惦念于我，还是叫门的才是。女儿，女儿。赵鲁汉呐，赵鲁汉，你自己贫穷，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敢高声叫了么？女儿，开门来。
就是我儿持家之妻，壮烈一无所有，为父四尺借贷，分文未曾借到，岂不是对不起你呀？弟弟是哪里话来？想那翠壮之物，居士赴宴，俗人眼目的东西，难道是武艺有壮烈，女儿就不等花轿了么？好个孝道的女儿，也罢，待我再去接来。且慢，啊，爹爹，如今世态炎凉，只有锦上添花，哪有雪里送炭之力？只是你这样一无所有，叫为父心下火热。随份子去，随份子啊！谁家呀？薛家，薛家啊！这登州城有名的大财主薛家。对喽，我说呢啊，穿这么好的衣裳啊，哪儿啊？那薛家是个大财主，高亲贵友是多的，穿的戴的，他自然是考究的了。我穿点好的，跟他们摆对摆对啊，对。跟他们摆对摆对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嘿，巧嘞，我也是随份子去。谁家呀？赵家。哎呦，那赵家穷得叮当响，你也不怕蹭一身穷气？谁说不是呢？您瞧，今儿个出阁，翻的老天爷都要下雨呀、啊！您说往后这日子，这可怎么过？我呀，哎，不然不然，这个雨呀还是非下不可。这话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。这雨呀是冲着人家薛小姐下的。你知道人家薛小姐是什么异转吗？什么异转呢？人家是龙女异转。哦，龙女异转。常言说得好，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，此乃大吉之兆。呱呱叫，呱呱叫啊！照你这么说，赵家那丫头还是沾了薛小姐的光了。嗯，然也，然也，如此，可叫也。你别转了。哎呦，天要下雨了，回头见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
喜之气敲打起来。我说你是聋子，你是瞎子呀？啊，没瞧见我这敲着呢吗？哦，敲响着些。怎么着？敲响着些？响着些。这锣要是敲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这是怎么讲话呀？还告诉你说，有点事儿就对得起你。岂有此理呀！是怎么讲话？哎，我就这么说，岂有此理！我就这么说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吵吵吵什么呢？也不怕吓着我们家小姐。哟，这轿子怎么这么一点儿啊？嘿呦，您瞧吧，这轿子是什么色儿啊？红不红，黄不黄，蓝不蓝，还绿不绿的？这是哪国的紫灰月被毛蓝色儿啊？哎呦！我们的轿子破与不破与你什么相干？真真多管闲事啊！我没瞧见过这么品闺女的，今儿个我要开开眼。哎呀天哪，像我赵鲁汉人穷志不穷，如今被这些势利小人我把汉羞辱，真真的气啊，气死人也。轿子里还真有人呢。小姐，这雨越下越大了。
做什么？我问问你，你们姑娘受过家庭教育没有啊？这是怎么讲话呀？这大喜的日子，谁不是高高兴兴的？你听她哭起来没结没完的，这要是换了我呀，我还巴不能够的呢。丫头，这又不是你家的亭子，我女儿她哭，她愿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啊？与你什么相干？干嘛这么横啊你？听我告诉你，这要是过得门去呀，还指不定有炕席没有呢。讨厌，小姐她又哭了。听悲声心中雨啊，红人为什么这样好好，我不许做了不好劝你吗，我不许强你呀的乱咱们的雨，他们比他们的雨，雨过天晴各自散去，咱们管他干什么呀？我去给您问问去。老头过来过来过来。又说什么？我们小姐呀问下来了，她问你们姑娘干嘛怎么哭啊？你们比你们的，我们比我们的，雨过天晴各自散去，你管他则真真真岂有此理。跟人小便狗毛，我这两句啊你都学了去了。小姐，她不告诉我。管家失礼为何？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？在下赵慕寒。小内是你什么人？小内乃是我的女儿。她因何啼哭？莫非不愿吃贫么？不是你，是来惭愧，是因我家贫寒，庄稼一无所有，在此贫富相遇，处亲深情，故而啼哭啊。哦，多闻了。啊，小姐，她家姓赵，小内乃是她的女儿，只因在此贫富相遇，处境深情，故而啼哭。哦，闹了半天是为了穷呢。休得胡言！还甭说，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她，就是把那锁麟囊给她，也够她吃一辈子的喽。Yeah.
敢拦着，唯独这个锁铃铛是老夫人一点特别的意思，还指望着他保外孙子。是哭出理来了，我家小姐瞧你们姑娘哭得快可怜的，把这锁铃囊啊送给你们了，这里头都是金银财宝、钻石玛瑙、霞光半道、瑞气千条，你瞧你瞧你瞧。我们人穷志不穷，你们的东西呀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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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倒，老大爷还是您给他得了，拿了过来。啊，老先生，我家小姐见你女儿哭得可怜，赠你锁铃囊一个，里面珠宝甚多，好生无忧矣。哎，慢来慢来，萍水相逢，怎好收此厚礼？我家小姐诚心一片，还是收下了吧。收下了吧。哦、好好好，多谢了。哎呀，天哪！像我赵鲁汉穷到这步田地，不想今日遇见这位仁义小姐赠我们锁铃囊，莫非菩萨显圣不成？烧香了不就显上了？但是与女儿知道，儿啊，那位仁义小姐赠你锁铃囊，我儿收下吧。啊，弟弟，可曾问过恩人名姓，日后也好答。啊，老管家，请问你们尊姓哪？我们姓薛。啊，没姓。哎，飘木凡姓，非为宝爷。是啦，我们小姐说了，不图厚报啊。啊，小姐，天已晴了，我们速速赶路要紧。雨过天晴，敲打起来。才言过要敲打起来。哎，我没跟你说呀，这锣要是敲坏了你赔不起。如今有了锁铃囊，到了哪里多把银钱与你。怎么着，您有钱了？有钱就好办事了。您听着啊，我说您真有钱了。有的是钱。有钱就好办事了，老大爷您听着啊。您瞧这怎么样？市里的小人。哎，您别客气。什么东西？哎，您别夸我。哎，枪拿起来。站住！
打，别打，别打。您听我跟您说，您听我跟您说，您听我跟您说，您听我跟你撒开吧，你，让你爸爸先说。嗯，对，让他先说，让你爸爸先说。老爷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爷俩打起来了？您听我跟您说呀，今儿个是好日子，是是，有两家办喜事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薛家大财主，有势力，高清贵有是多的。规矩礼节呢，他也是考究的。赵家小门小户，人少好办事儿。我叫那小子去赵家，他往薛家这给我捣乱来了。是啊，这还不算，他还骂我是势利眼啊！二位别拦着，今儿个我非揍他不可。哎，别，您消消气儿，我说说他。您可得好好说说，气着了我了。消消气儿。怎么回事？嗯，你怎么能说你爸爸是势利眼呢？您听我跟您说呀，今儿个是好日子，有两家办喜事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这薛家大财主，这赵家呢小门小户的。哎，我爸爸让我上赵家，他去薛家，您说他这不是势利眼巴结高枝儿吗？依我看呢，你就是势利眼。我怎么是势利眼呢？啊，你爸爸叫你上赵家，你嫌赵家小门小户，你也跑到薛家捣乱来了，你这不也是霸气高枝吗？你听我告诉你，年轻气儿的在外头做事儿可千万不能势利眼。哎，老弟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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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啊，今儿早上咱俩在大街上碰到了，有这么当的事儿吧？有啊啊！你说人薛小姐是什么龙女一转，什么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，这话是你说的不是？嗯，是我说的啊。你还说人赵家丫头什么风不凉雨不长的，这话也是你说的不是？是我。你呀，巴结人有钱的，瞧不起人没钱的，我看你就是势利眼。你是势利眼，你势利眼，你是势利眼，势利眼！呸！我揍你！二位，你们二位呀、啊，都不是势利眼。他要说势利眼呢、啊，他我儿子是势利眼。哎，老小子，说话占便宜，我臭你！二位，你们二位俩、啊、都不是势利眼。他要说势利眼呢、啊，他我爸爸是势利眼。啊！我是势利眼嘛，占我便宜。列位，自古为富不仁，三不日贫而忧之。况且富贵人家也不会长此富贵。老先生，您说的这两句话纯粹是老生常谈。那薛家是个大财主，这辈子也穷不了，穷不了。那赵家小门小户，这辈子哎呀富不了，对，富不了。不然呐、啊，不然，有道是东风常向北，北风也有转难时。不然，有道是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那薛家要是穷了，我管五岁的小孩叫大叔。哎，叫大叔。那赵家要是富了，我趴地下让人当马骑。对，当马骑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俱是一伙。什么呀？势利眼。哼。有。哎呀，没想到咱们势利眼会碰到一块儿来，这么不容易呀、啊！哎，这么着吧，啊，今儿个我做东，找家大饭庄子吃吃喝喝，来个势利眼大聚会，你们瞧怎么样？好主意、啊，主意不错。哎，这里头您最年长，还是老势利眼先请。哎、老势利眼请。不，今儿个您做东，还是您先请。那么小势利眼先请。哎，不，您花钱您请客，还是您先请吧。哎，如此说来，你我挽手而行。
奉了姑奶奶命准备车辆行，我梅香一转眼呐，我们姑奶奶出嫁都6年了，生了个小少爷名叫大气，今年5岁了。这孩子这脾气呀，跟我们姑奶奶小时候那是一模一样啊。今儿个是我们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，命我准备车辆，准备好了我把她请出来。有请姑奶奶。小少爷有绿马，去你的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妈说了才算呢。妈呀，有没有，有没有吧？有有有，你瞧，我妈说有。这是我
千次千刀敲我胆，掌心哈哈，脚车覆盖尘土，猛回转。啊！不必悲伤，上得岸去再说道理。走啊！长大水把他的万贯家财都给淹没了。是啊，他这一哭啊，勾起我的尘烦来了。你有什么尘烦呢？他说他媳妇儿被大水给冲走了。是啊，我祖母也是被大水给冲走的。嗨，他哭他儿子。嗯，我想起我爸爸来了。哎哎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照你这么说，你不就比人家矮了三辈儿了吗？懂什么呀你？跟有钱人说话，他就得客气着点儿。嘿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势利眼呢你？你势利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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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呸！我揍你！不必真